昨日的场景，提醒我也有过感动的肯定，流出我眼睛芬芳的香凝。抖落的流星，数落多少以为拥有的曾经，看破多少虚伪撒谎的眼睛，死心的回应冰封我的感情。你闪烁的眼睛，我塌方的深情，化作痴痴伤心。去公司应该往右转才对啊，这不是去公司的路啊。我在公司附近有套公寓，有时候工作累了就会过去休息一下。我过去换身衣服。齐先生真是狡兔三窟，是怕万一被人追杀用的吗？随便坐吧，厨房里有喝的，想喝什么自己拿。哦，我换身衣服。You can tell fairy tales. Of course. How about I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candy house?抱歉，可以走了吗？可以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童话绘本啊？啊，玉林喜欢听故事，所以我买下来给她听。你真的很疼她啊？你别告诉我，你把这些童话故事都能背下来了吧？怎么可能？我哪有那些时间？说的也是啊。走吧。喂，地铁综合体的项目要招标，消息确定吗？公告什么时候会出来？好，我知道如果当初我请你留下，你愿意吗？叶琳，你在干嘛？我只是想往故事加点曲折。我觉得女主照顾男主复明，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太无聊了。我觉得应该这样：男主呢，眼睛复明，却寻不到心爱的女孩；女主呢，却不想男主拿感情报恩，所以离开了。我觉得这样才更合理。对吗，安姐？就算我今天心情好，也没有时间跟你玩编剧游戏。而且你说的这一幕，好像跟今天的广告没有关系。我愿意，因为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简爱公寓，我们永远的家。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难得和舅舅出来吃一次早茶，怎么，这菜一口都没动，是不合口味吗？哎呦，舅舅，你就别问了，烦着呢。你这么年轻，有什么可烦的？哈哈，你看看舅舅，心里装了多少事儿？你就拿这个地铁综合体招标项目，我都可以这么淡定的去面对。我哪能和您比啊？您是叱咤风云的地产大鳄，只要稍微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我们这些小虾米了。哎呀，这次啊，舅舅遇到的对手是西西尘。之前我就着过他的道。西西尘这么年轻，他却可以百折不挠，屹立至今。嗯，看来这个小子有些魄力。西西尘的确魄力非凡。今天是我们团队就竞标地铁综合体开发权的第一个会议，接下来会有一场硬仗要打，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很好。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道我们这次有多少敌人吗？这么大一块唐僧肉，盯的人一定不会少。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我相信各位一定能猜得出来。我想应该是麦谷。对，麦谷。麦谷之前在简爱公寓的这块项目上输给了简氏，本来就对我们简氏和我们ER恨之入骨，现在更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相信我们伊阿是最终的那个勇者，你们赞成吗？赞成。好，
接下来由我们年副总来介绍一下本项目的具体方案。根据海港地铁集团发布的招标要求，其开发合作范围包括与招标人按53:47的比例进行全项目的投资，承担相应的风险，并获得相对的效益。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块项目的话，我们将在海港土地市场上获得最大的机会。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好，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例会到此结束，大家回去准备吧。我怎么了？你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好吗？特别好。你可晚上跟我吃饭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刚才说的不好吗？也就是说，叶令完全模拟了你想的艾维斯的话，然后他给了你答案。这也太巧了吧！哦，安杰，我突然想起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出车祸那年，我在领事馆碰见过叶令。你去过领事馆？哎呀，我当时不是想找你玩吗？然后我就得办签证，我爸妈又不同意我一个人出国，然后我那会儿在上学，又没有什么存款，只能偷偷办办看。后来还是说我资料不全，就没有办成。当时要知道你出车祸了，我说什么都得去。家珍，谢谢你啊。谢什么呀？我又没去成。其实回国以来，
简爱公寓，我们永远的家。好，今天拍摄很顺利，大家辛苦了，收工。简小姐，明天粗剪出片应该就可以出来了。好，我会去妹上看的。好，明天见。明天见。安吉，我等会儿就进电影组了，半个月才能出来，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老大，刚刚雅丽姐打电话来说小小想见你了。回去看看你妹妹吧。嗯，走吧。林妈，简小姐呢？哦，小姐还没回来呢。西先生，你晚饭吃了吗？啊，我不饿，你先去忙吧。好。没想到哥你也会被人逼婚呐。别提了，心里烦。也许我只能跟你说说。阿姨让你放飞自我太久了，她终于开始着急了。我以为我会放飞一辈子。哼，可能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想念家庭，并且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感同身受吧。要不要我介绍个好朋友给你啊？你的好朋友？对啊，上一次聚餐那几个。我记得其中一个不是脱单了吗？还有一个单着呢。那个太活泼了，我怕我受不了他。人家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呢。那也行。你在一起聊天真的好开心啊。你找我来是听段子的啊？你看我们扯东南西北都扯了两个小时了。我觉得呢，你应该开一个漂云社，我拉上家珍一起去给你捧场。别，我宁愿用我这些好口才去忽悠我那些客户们买我的房。我的房卖得不错。奸商无商不奸。怎么了又？来，商场好烦，简家好烦，感情好烦。有新欢了？没有，我多了两个情敌，是他们单方面视我为情敌的。那个杨雅丽也就算了，那个林明也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不是，等一下，一分钟而已，应该没有问题。你还真要打呀？没想到习总会为了美女而奋不顾身啊。
我老感觉那个席西晨就好像是个机器人似的。你看，他就好像是那种程序有模板来控制他行为似的。你看，我接触到过几个同事啊，对他的评语呢，都是那种理智、有智慧，做事很清楚。感觉他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摸不透。他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吗？我倒觉得他平时有点喜怒无常。对，可是他的风评还是挺好的，你看他也没有什么绯闻，对不对？以他的身份身家，其实没绯闻还挺怪的。哎，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心都扑在工作里的人，完全没有自己生活的那种人。你觉得喜欢上他的那些女孩会不会都是自讨苦吃的？对啊。是吧？真的不知道这种大明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替他挡。还是放不下。时间到了，这西西晨怎么在这儿睡呀？居然偷我东西，讨厌！这个西西晨居然进我的房间偷我的表，看来我下次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把门反锁上。还好没有丢。 What's this? Congratulations, here's the gift.Why didn't you give it to me after I was hospitalized? Yes, please keep it aware and don't lose it. A watch? Of course. Thank you. Elvis, 我好想你。
的。早。早。早饭为你准备好了，下来吃吧。哦，知道了。谢谢。姐姐啊，啊，你在干嘛？没干什么呀。汉堡，嗯，咬着，你给我，好了好了。不好意思啊，拿错了你的怀表。谢谢。嗯，这个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啊，你说他吗？朋友送给我的。这种表很常见吗？其实。我也不太懂表，怎么了？嗯，没什么，不好意思啊。嘘。也就是说。你误把席西辰的怀表当成了自己的，你相当于偷走了人家的表，还被人识破了。人家很大度，没有追究你的责任，结果你还反过来怀疑人家。虽然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你这种叙事方式对我很不利呢？也许吧。我真的是快要烦死了。我前两天刚刚听到叶令说出艾维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席一晨又多出一块一模一样的怀表，到底怎么回事啊？这表很特殊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研究过，但是看样子应该很不一般啊。嗯。作为我墨家大小姐的墨氏宝典来看啊，这种问题呢，想不通就不想了，多大点事儿啊，就这样吧。我可没有你心大。我这样不好吗？我多潇洒呀，现在还没有人能让我觉得烦恼呢。好吧，那希望我接下来告诉你的事情，你听了以后也可以这么云淡风轻哦。什么啊？我的哥哥，也就是朴征，昨天去相亲了。你说谁？谁相亲？和谁相亲？谁和谁相亲？朴征哥啊，我
我小姨给他找了一个医院里的护士，可能我小姨也想抱孙子了吧。哦，这么说，你哥不是主动啊？嗯，对呀、啊，朴正哥还说呢，小姨终于开始着急了。是，老大不小了，是该着急结婚生子了。安姐，你说你作为朴正哥唯一的妹妹，你是不是得，就是给他介绍一下？我觉得恋爱这种事情，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如果以相亲这种方式见面的话，就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排斥。我相信这种事情你最感同身受的吧。其实 我没有特别讨厌相亲这个事儿吧，就主要是看人嘛，不就是聊聊天，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聊对眼了呢。那说出这种话真的不像你。哎呀，不是说了主要看人吗？嗯，看谁呢？嗯，没什么，可能最近烦心事太多了，看错了吧。对不起，小姐，已经闭店了。啊，这么早啊？走吧。看什么呢？怕被拍啊？你放心好了，这家店我经常来，他们懂规矩。谢谢。嗯。那准备挑哪款？你选啊。我选。嗯。送人吗？是的。那这个范围其实挺广的。对啊，所以让你帮我选。OK。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点难以描述。难以描述？嗯。那年龄呢？跟你差不多。他什么爱好？赚钱算吗？那送这个人礼物的理由呢？感谢。好了，大概能猜到。那这款简约不简单，非常合适。戴上试试。我吗？嗯。好的。可以吗？嗯，可以。我帮你。谢谢。怎么样？不错吧？咚，挺好看的，就这款了。哎，别摘啊，戴着吧。给我戴着吗？嗯。林小姐，你别开玩笑了，快收起来吧，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要？再说我也没做什么让你感谢的事。怎么没有啊？我接的那个广告代言不就是你牵线搭桥吗？那是杨总器重。当然杨总那边我也会感谢的。林小姐，我觉得我还是不收了，心意我领了好吗？你不收我会不开心的。收下。OK。谢谢。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失败。我不霸道，我一向赏罚分明。我会结婚。欢迎收看由999感冒灵独家冠名播出的《Celebrity》。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育儿的总裁兼 CEO 席希晨席先生。嗨，大家好，主持人你好。你好，请问席先生，您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访谈节目吗？没错。真的是非常荣幸啊。在此之前呢，我们节目组也曾经邀请过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但是像席先生您这样年轻又英俊的企业家，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呢。据我所知，您还未到30岁。没错。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成就，真的是令人钦佩哦。其实您夸奖了，我父亲就是亚的创始人，我只不过是在他搭建的平台里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已。我们吃完晚饭再看好不好？我可是要开始了。你要看什么呀？看哥哥的采访。哦，大哥，上次我跟珍妮提起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接受了 Celebrity 的访谈，他知道今天晚上的时间回播，所以现在吵着要看电视。今天先看电视。好吧，今天就破例先看电视。不过玉林，答应哥哥看完电视我们就要吃饭哦。乖乖走。广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切都很顺利，请您放心。你辛苦了。应该的。不过您没事吧？脸色看着不怎么好。没事。要是真的有事的话，还是应该要去医院，不要怕麻烦。我觉得最近胃口不太好，休息休息就好了。你快去吃饭吧。啊，那待会儿他端上来的饭菜您都吃一点。我知道。育儿控股有限公司最近5年内发展的真的是如日中天，那席先生，您是不是对企业管理有独特而又正确的见解呢？其实还好了，别看我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却不少。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那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席先生。我先下去了。安姐，我最近身体比较差，脾气呢有点急躁，有时候说话口气不太好，你别跟爸爸计较。不会的。接下来呢，我们响应一下观众的需求，下面的问题呢，一定是我们女孩子非常感兴趣的。席先生，我可以问一些私人问题吗？席先生一直为人比较低调，我们都非常好奇，席先生您的婚姻状况，您现在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呢？我没有结婚。哇，那真的是单身贵族中的一员啊。你不会告诉我一直要保持这个单身状态吧？不会的，我会结婚的。说得这么肯定，那是不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如果有的话，我想在场的女孩子和电视机前的女孩子们已经开始嫉妒那位小姐了吧，是不是方便透露一下呢？不说那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来探讨一下理想型，总是可以的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 AB 快答环节，我会给出2个选项，如果你接近第一个呢就选 A，接近第二个呢就选 B。 OK， 没问题。好，你喜欢长发还是短发？我选 A， 长发。那你喜欢性格热情的呢还是性格冷淡的？我喜欢冷淡的。那你喜欢年龄比你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比我小一点。那你喜欢女汉子还是文艺小清新？我喜欢文艺小清新。
次见你，有心跳感应，你微笑表情让我忘记自己，看着你怕自己会爱上你，情不自禁。第二次见你装着不经意，也许会叹息，我却没有勇气，无法靠近，看着你越来越远的距离。我把你写进情歌里，我想我有点想你，你们